那个还是那个，放在那里啊，他都上班了。都上班？就是任何时候你都能去一去。应该是。我本来打电话没接，然后好嘞，接你，你就知道。他们也是在外面干活儿，没事儿啊。但是他那也没收房费了嘛。对。他电话在 office 里，他就进了，现在也没有。哦，人家蛮能干的。